以军事战斗为主题，可爱 Q 版画风的 Pocky Troops， 要玩家组建一支钢铁劲旅，面对邪恶军团的挑战。每场战斗前，可以指定士兵的攻击目标，或是选择使用空袭、治疗等技能。等战斗开始之后，双方就会自动攻击。至于胜负的关键，就取决于玩家是否妥善地搭配士兵的特性以及技能咯。而在基地中，除了招募以及训练士兵之外，也可以升级各个房间来强化战力。像是升级娱乐室，就能够增加士兵数量的上限咯。真的败了。